你这个后宫很空，没人吗？ <音>把他们都送走了，相处的时间吧，有点短，大家都比较可爱。杀青快乐！杀青快乐呀！好，来呀，接着花呀！杀青快乐呀！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柳军今天杀青了，祝愿大家红红火火。虽然还没有过年，过得很快，特别开心能够加入郎君不如意这个大家庭。下次见哦。 工作人员辛苦，导演辛苦，演员辛苦，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和包容。感谢吧，然后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包容。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称心如意的郎君。希望在江湖还可以与他们再见。说不上来的感觉，就是很是不舍吧。希望以后江湖再见啦。